其实即阵啊，规个景气其实足早就萧条，毋是即阵啊才萧条啦。那将来嘛是共款啦，因为即个行业算是夕阳工业啊，吼。后摆要哪行嘛是，我看嘛是走一步算一步啦。咱讲夕阳工业，大家拢很失望，是无唔对啦。我包括我嘛是，但是有当时啊，有一寡某行业吼，虽然足歹，但是嘛有一半间啊，伊做甲足突出的啊。啊，敢讲咱袂当讲甲迄个做较突出迄个同款，对无？伫我还佫咧做，还佫有点动销，我是秉持着讲，没有进步就是退步啦。三岁小学毕业了，我就出这个社会。迄个年代，伫英国嘛无啥物工课通好做啦。你出社会就是开始到英国的肥仔工厂啊，来互头家请，吼，看要做碗啦，啊做汤匙啊啦，做盘拢是头这类的物件呢。一天会当领十块，佮安怎做你嘛是十块。我若领薪水的时候，我会记得领薪水头。老板来300块三张落个信封内底摕予你，我手一接来，感觉讲，啊，你奈摕一个空袋仔予我。